OK， 不要怕，这个不是幻境，可是这个是好东西。如果你要拿回家，教各位，我教你怎么处理。我希望你拿一点点回去了，不要一个人拿太多，就是每一个人拿一点点回去了。可是我教你怎么处理，就是用家里的洗碗巾，拿回家洗碗巾洗两次，它会变成很白很干净。再来，这个羊毛可以做什么？什么都可以，放在枕头，放在棉被里面。谢谢各位，好，你来感谢我，别忘记了，把这个羊毛放在那里。谢谢，拜拜。好，表演已经结束了。如果想要拿羊毛的观众朋友，欢迎来前面这边拿一点点羊毛回去当纪念品，搓一搓揉一揉，就可以发现绵羊油在里头。小朋友，那个不是黄金，拿一点点就好了。谢谢小朋友，再讲一次，拿一点点就好了。 OK， 谢谢各位来这边参加我们青青老乡绵羊秀。这个青绵羊秀是完毕了，可是我们要介绍下一个表演。各位听一下，我们下一个表演是一个非常好哈萨克的秀，哈萨克马术秀，不是在这个位置，要从这边往下走，一直下去了300公尺。下面的表演是十点四十五分，所以你刚刚你手表，你现在还很多时间，剩下。